今天来到华为台湾的发表会，那现在前面这一台是华为 MediaPad X2， 那我们请 P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各位现在看到的是华为在X 系列上面的新一代作品，叫做 X2。那 X2 在整体的设计上面呢，做得非常轻薄，各位可以看到在边框上面我们只有 2.99mm， 在整个的机身的薄度只有 7.18mm， 而且它是做整个全金属机身的一个设计，是其一。另外呢，各位可以在这两边看到这两个卡槽呢，它事实上它是双四机双卡的一个设计，这也是在平板这边一个非常一个先进的一个做法。那第三个，我们在整个规格上面的话呢，它采用到华为现在最顶级的7930的8核心处理器，搭配3G RAM 以及 16GB 的 ROM， 让它整个的规格效能都是达到7寸平板中的最顶尖。